那水田里面铺一顶青青，那是什么啊？柚子花什么时候才会开啊？哦，为什么这些客吃起来特别好吃？务农超辛苦的，你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坚持啊？你养的鸡是吃肉的，难道有吃素的鸡吗？在农村生活养小孩的我，总是有问不完的问题，于是有了迷你之音这个节目，不只是为自己，也是为孩子找答案。如果你也对农村有美好的向往，欢迎跟大米一起用广播把农村听回来。欢迎收听迷你之音，我是大米。自从我做妈妈了后，每一天对囡仔阿咪讲话，我拢是用台语。简单的希望哦，是让伊会当自然使用这个母语，不管是伫餐桌生活，也是甲阿公阿妈开讲拢好。趁囡仔细汉哦，伊潜力无穷的时阵，要甲台语的基础拍好好，并无困难。我唔敢讲哦，即马两岁半的阿咪，伊的台语有偌好，起码真好甲大人开讲就对啊。比如昨阮趁风台过了后，无风无雨的时阵哦，去顺别人的餐水，就沿路行，沿路梯。姐姐嘞，那是福寿嘞啦。姐姐，福寿嘞，就丢去家里面啦，有啥物？伊伫巴肚枵伫找物件食。伊即个食落嘞。啊，福寿嘞食落嘞哦。对啊。无啦。三只落嘞已经死起，这是迄嘛是马路。啊，马路台语安怎讲？金箍棒，嗯，压钢箍啊，压钢箍棒，是去，去学都歹搞着。去火车啦，不是去河阿伯伯，是去火车啦。哦，对啦，是车搞着的哦。是去火车搞着。车若来的时阵，爱站较边啊，才袂去学车搞着，对吧？伊有放屎。迄个毋是。这只只落来冰箱呢。阮母仔真平常的这种对话，对别人来讲哦，可能是不介正常，甚至有人把我当作是阿咪的阿妈。伊讲哦，只有阿公阿妈才会甲囡仔讲台语啊。吼吼，我听到实在是唔知影要笑还是要哭才好。其实我感觉啊，家己因为有囡仔的关系，台语哦有搁较进步一寡。常常拄到唔捌嘞，就会赶紧的去查看卖啊，讲台语要安怎讲。最近又阁加一个机会，甲小煎蔬菜的贤惠合作，做台语绘本的节目，予大家听，陪国小啦、国中的囡仔讲故事，这嘛真趣味的代志。咱这集话要讲的绘本故事，就是甲阿公洗菜池啊，这是绘本作家海狗房东一下的，画图的人是黄丽佩。故事是讲，圆啊，一个囡仔伊甲阿公去菜市啊，帮阿妈买菜，过程中发生的一挂趣味的代志。我看到绘本里面画迄个古锥的圆啊讲话方式，其实甲即摆邀请来录音的一对兄妹啊真相共，拢是真有家己的想法。一对兄妹啊是11岁林世勇、适应，也佮8岁林世颖、适应。这名到底安怎念？其实我袂晓，我是问因本人，还佮因的爸爸妈妈讲，我才知影的。这一天哦，阮同款约伫咧小煎蔬菜，做伙坐伫咧册柜啊之间，哇，这哦应该算是上水的录音环境啊，去予册包围的这种录音的所在。这两个囡仔看到这本甲阿公洗菜池的绘本，马上家己就主动开始读啊。虽然讲前几天有甲因教过一摆，不过绘本这毕竟伊是用台文写的，对真侪大人来讲，会晓讲台语都袂晓看台文嘞，何况是囡仔。结果啊，兄妹啊，真无简单，一直读落去。蒜头，红菜头。这是，大家拢嘛少缘投。恁两个啊，即马只是摕着绘本，甲阿公洗菜池啊，恁一摕着绘本，恁就会晓念。我是感觉最特别的是，因为伊是用台文写的，毋是一般恁伫学校读的册是用华语国语写的嘛，所以
恁是原本就有接触到这个台文台语，所以恁看有，也是讲恁自然恁看恁会当反应，你就会晓念。哥哥先讲看麦。阿嬷教阮的，哈？阿嬷教我的。阿嬷教你看台文的哦。哇，所以就是看就会晓啊。对啊。你是看偌久啊？看这种台文的文字，你看偌久啊？唔知呢，足久。你莫甲我讲，你就出世都差不多会晓看哦，会晓几冬啊，几年啊？两年差不多。哦，你两年啊，妹妹嘞，妹妹你看会晓这台文是不？你敢嘛会晓？我是跟哥哥在，我是在偷看哥哥学的。你是看到哥哥念的时阵，你就会晓对嘞念安尼？你在旁边偷看。你是偷看，所以。你大部分是还不太会就对了，可是你念是都念得对耶。像我那是拢甲哥哥拢讲台语，你敢大部分拢听有？有一些听不懂。那如果等一下有听不懂的时候，你可以举个手，对我就可以再帮你翻译一下，让你听得懂，我们再继续下去好不好？好，那刚刚那个贤惠阿姨伊嘛坐伫边啊，你看恁念这本。伫咧咱拜六上课了后，今仔日因一摕到，因马上就搁念啊。贤惠，你家己看到因安尼念，你安那想？很羡慕。做欣赏的是吧？嘿。欣赏讲摕来就要读哦。嘿啊，摕来就会使读。是哦。你敢有想要试看卖？无爱。阮听众嘛无啥想要试看卖。因为遐开足侪时间，我可能念到半夜两点，还没念完。啊，我再给你快转嘛，对吧？就变成 kiko 就变阿公的体被见光见光，光见光，对吧？好，所以咱来试看卖了吼。这本绘本叫做《甲阿公洗菜旗啊》，恁家这名念一摆。甲阿公洗菜旗啊。哦，我感觉今仔日特别好听，是因为吼有一个低音，有一个高音，贤惠你有感觉无？有。啊，你要负责倒一个音阶？无。一百七。阿公牵铁马。阿公牵铁马。伊讲要骑铁马去踅街。伊讲要骑铁马去踅街。我嘛袂。我嘛袂。我嘛要坐铁马去踅街，我嘛要坐铁马去踅街。要唔过，阿嬷叫阮去市啊买菜，阿嬷叫阮去市啊买菜，唔通买唔对哦，唔通买唔对哦，买一粒高丽菜。买一粒高丽菜，两粒葱头，两粒葱头，三条鸡仔泥，三条鸡仔泥，一粒高丽菜，一粒高丽菜，两粒葱头，两粒葱头，三条鸡仔泥，三条鸡仔泥，高丽菜葱头鸡仔泥。高丽菜、葱头、鸡仔泥，我拢会记得，我拢会记得。来了。录音录到这的时阵，粪扫车来啊！各位乡亲是的，粪扫紧来提提出来哦。这是插播，录一下粪扫车的声。丢垃圾。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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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啊，贤惠，恁家什么人负责担粪扫？伴手人。哦。恁囝。嘿，我囝。你讲阮囝。阮囝。嘿，对。那你们家垃圾是谁丢？啊，拢有可能哦，每一个人拢会轮到。就是迄当阵，粪扫车来啊，啊，什么人的手拄啊好，盈盈，就紧来去顶担粪扫啊。哦。
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诶吼。嗯。啊，那是伫恁兜，虾米人诶手会伫粪扫车来诶时阵用用？我囝啊，甲我先生。哦，因诶手拢会用用，就是干那你诶手未用用吼。哎，对。哦、我超 busy 诶。你超 busy。哦，粪扫车过去啊，佮开始啊吼。啊，恁谈到讲价，我拢会记得过来。一个姨阿公，见怪见怪见怪。阿公的铁马哪像在唱歌？阿公的铁马哪像在唱歌？这条歌合作，阮要去洗菜市啊！这条歌合作，阮要去洗菜市啊！各类菜、葱头、鸡鸭泥，我拢会记得。各类菜、葱头、鸡鸭泥，我拢会记得。各类菜，敢那一朵花。各类菜，敢那一朵花。青花菜嘛，敢那一朵花。青花菜嘛，敢那一朵花。阿公，你较爱食花仔菜。阿公，你较爱食花仔菜，也是青花菜，也是青花菜。我拢爱，我拢爱。青花菜、葱头、鸡仔泥，我拢会记得。青花菜、葱头、鸡仔泥，我拢会记得。葱头、蒜头、红菜头，葱头、蒜头、红菜头，大家拢嘛足缘投，大家拢嘛足缘投。阿公，你嘛足缘投，阿公，你嘛足缘投。哪像一条红菜头，哪像一条红菜头，哪有像？哪有像？我才不是红菜头咧！我才不是红菜头咧！青花菜、红菜头、鸡仔泥，我拢会记得。青花菜、红菜头、鸡仔泥，我拢会记得。鸡仔泥，鸡仔泥，鸡鸡鸡鸡鸡仔泥，鸡仔泥，鸡仔泥，鸡鸡鸡鸡鸡仔泥。阿公，我你讲看麦。阿公，我你讲看麦。好啊，好啊。卡贝顺，卡贝顺，卡卡卡卡卡贝顺。卡贝顺，卡贝顺，卡卡卡卡卡贝顺。青花菜、红菜头、卡贝顺，我拢会记得。青花菜、红菜头、卡贝顺，我拢会记得。菜市啊到啊！菜市啊到啊！头家阿伯，头家阿伯，阮阿嬷叫我买，阮阿嬷叫我买，一粒青花菜，一粒青花菜，两条红菜头，两条红菜头，三支卡贝笋，三支卡贝笋，来，这杯葱啊，免钱收上，来。这杯茶免钱收上，多谢多谢，多谢多谢。头家阿伯，头家阿伯，我家己嘛有一颗，会当买啥物？我家己嘛有一颗，会当买啥物？一蕊香菇算你一颗，一蕊香菇算你一颗。哦，我买到一蕊香菇。哦，我买到一蕊香菇，这是我家己买的香菇。这是我家己买的香菇。这个时阵呢，哥哥一直吐妹妹酒，唔知是啥物意思，为虾米？伊拢念香菇。哦，你讲香菇，你会念变成香菇是吧？哦。没有关系啊，因为香有做一种讲法的啊，香佮有香嘛吼，啊香港的香啊，对，你是因为吼受到香港影响对吧，妹妹？所以你想讲香菇应该是香菇，应该是安尼受到影响好。
啊，这鱼啊，伊就买着香菇啊。过来，伊讲阿公，洗菜池啊，真趣味呢。阿公，洗菜池啊，真趣味呢。咱甲阿妈倒买菜转去。咱甲阿妈倒买菜转去。阿妈一定足欢喜。阿妈一定足欢喜。奇怪，奇怪，奇怪。奇怪，奇怪，奇怪。阿公的铁马哪像咧唱歌？阿公的铁马哪像咧唱歌？这条歌合作，阿妈一定足欢喜。这条歌合作，阿妈一定足欢喜。好，两个唱结束啊，哥哥忍袂住，拢想要甲讲声，阿妈一定足生气。你讲看卖，为啥阿妈一定会足生气？因为买唔到菜啊。你甲人讲，伊阿甲阿公是发生啥物代志？买唔到。买一粒高丽菜，两粒葱头，三粒鸡啊，你变做一粒青花菜，两条红菜头，三支脚袂顺，无一项对的，三项拢买唔对，对吧？对啊，所以阿妈一定做生气。啊，不过你感觉伊阿甲阿公有够水无？有哈，妹妹感觉伊阿较古锥，还是阿公，还是阿妈？阿公，阿公较古锥啊？为什么？是挂目镜较古锥，还是伊的体位健乖健乖古锥？健乖健乖。你敢知伊的体位为什么会健乖健乖？唔知啊，海气啊，海气都袂烫起啊。为什么会健乖健乖？贤惠，你敢知体位为什么会健乖健乖？小脚骨哦，脚骨诶，嗯，哦，对，体脉伤老啊，哦，体脉伤老啊，嘿，啊，也是讲迄个什么，车轮啊，生，有可能是生锈，有可能是生，还是就是拢无沾油，无风啊，嘛有可能无风的景观，啊，对啊，是啊，好，这本绘本。作家写故事的人叫做海狗房东，啊，画图的人叫做黄丽佩。这本绘本以前恁敢有捌看过，还是伫学校敢有捌读过？无，无啊，无。啊，你即马第一摆拄到看到这绘本，而且是用台语读，你会感觉较趣味，还是感觉较困难，还是有啥物感觉？真趣味，真趣味啊！是啊。会当熟悉到足侪迄种青菜的讲法，即个青菜的讲法是毋是恁拢真熟悉？对啊，但是鸡啊呢，阮会讲刺鸡啊。哦，是吼、哦。敢有你上喜欢食的菜伫遮？咖啡笋。哈？咖啡笋。哦，妹妹，你嘛是爱食咖啡笋啊？啊，咖啡笋加梅奶汁好吃。啊，咖啡笋哦，就是用汤的对啊？系啊。卖用菜。卖。先会茭白笋、咖啡笋，你拢安那煮安那食较济？用蒸的啊。用吹。用吹，然后温梅奶汁。啊，你嘛是温梅奶汁哦？哦，那恁朋友呢？恁妈子？因为我囝就爱食 Q B 的梅奶汁。Q B 是啥？日本的梅奶汁。尤其是宜兰的咖啡笋，真侪拢本山种的嘛，啊，尤其如果拢无农用农药，无用化学肥料，迄滋味真正足好诶，足甜诶，啊，迄几月份的时阵才食会到咖啡笋？秋天的时阵、秋天的时阵，差不多九月、十月的时阵，所以恁搁忍耐一下，九月、十月的时阵，恁都搁有咖啡笋会当温梅奶汁安尼。啊，我会记得咱上课的时阵啊，恁真正讲到伫菜市啊，恁会买啥物物件？比如讲，恁会讲到肉爪这种物件，这嘛是食的物件，所以你对食的真正真内行呢。恁哪会当学到遐尼济？以前有甲妈妈去菜市啊，买物件。所以妈妈伫甲菜市的人伫咧讲话上，你拢有偷学着对啊？无头乌啦，无头乌就真自然的、真大方，家拢记起来就对啊。真好奇哦，恁是第一届熟识头家娘对吧？恁第一届对吧？
对嘛哈？啊，你看哦，伊是毋是真古锥？伊虽然袂晓台语，毋过伊真认真伫要学，伫咧学，而且讲台语安尼慢慢啊讲，慢慢啊讲。恁若是伫路呢拄着伊的时阵，恁愿意甲伊讲台语无？愿意，愿意哈、哦。妹妹，你愿意无？愿意。谢谢，多谢。不过，恁甲伊讲台语，伊有可能就是会讲做慢做慢的嘛，无要紧嘛，对吧？无要紧。哦。对啊。为什么你会感觉讲慢慢讲嘛会使你讲？你奈袂感觉讲啊？你都讲国语就好啊。嗯，因为要学的已经一站啊。哦，感谢你，哥哥，足足贴心的。伊甲你鼓励呢，讲你有想要学，就赞你安尼。赞呢，哥哥是暖男呢。哟，暖男啊，暖男，你讲台语要哪个？小小的查甫人。小小的查甫人啊！啊，无啦无啦，我袂讲，歹势。当阿只声要安怎？哥哥得到小尖蔬菜贤惠给伊的暖男认证，让我对伊更加欣赏啊！这对兄妹的名号得这么有特色，台语不好念，好佳哉！伊的爸爸妈妈陪因来，其实啊，这么聪明活泼，佮有自信的囡仔，因的家长绝对嘛无简单，咱嘛来趁机会访问一下。先问一个问题好啊，到底暖男台语是要安怎讲？我的又是暖男嘛，哦，你听起来安尼较好听着。你讲迄个地名做暖暖嘛，啊，男性嘛，啊，所以你就各出一字做暖男安尼啦。我的又是安尼啦。听起来嘛是有淡薄温暖的感觉的着，温暖嘛吼。对。我唔知影恁有恁已经真惯习啊，吼，饲着这两个安尼才厉害，已经真惯习，互人学了有无？无啊，是逐工单厝的爸爸拢会嫌因台语足烂的，所以拢无人讲因台语足好的。所以是用嫌出来的是无？会嫌在进步啊。是啊。系啊。啊，你是甚物款的原因？你伫咧嫌这个八岁甲十一岁的台语差？啊，都咱主持人都要讲台语啊，因主持人好好教华语，啊，不过因幼稚园的老师嘛有教因讲台语啦，诶、嗯，啊，迄当阵可能都有接触到，啊，阮家己伫厝内半华语半台语安尼啦、啊，我是较唔望讲因会晓，唔那会晓听，啊会晓讲，啊至少像咱安尼安尼，你对因的台语是迄种，互因真自然，家己偷偷学，唔是讲真超工厝呢，拢爱超工讲台语安尼，恁倒无安尼？无，但厝诶，其实我甲因讲话嘛是讲华语较侪啦、嗯，因为我甲因爸爸熟识时阵拢是讲华语为主，所以我两个讲台语就会感觉有淡薄仔怪怪。但是为着小朋友未晓讲台语，可能嘛是爱转一下，嘛是爱加减讲一寡台语安尼。啊，毋过这种意识，就是感觉讲应该互囡仔会晓讲台语的这种想法是啥物时阵开始的？我嘛唔知对当时开始的，哎就。就有这两个囡仔，我都感觉讲爱教因讲台语啊，这可能是我个人家己的政治意识啊，我嘛较愿意讲，会教囡仔有讲台语的机会，啊，无我甲家己阿公阿嬷嘛讲台语，甲家己爸爸妈妈嘛讲台语，啊，甚至是伫学校啊，是伫公，伫公司啊，啊，会教我会超工教人讲台语，啊，结果干那迄个。变少阿姨啊，会跟我讲台语尔，啊其他诶拢袂哦，我就感觉足奇怪。啊，你若去菜市啊，我有当时会讲，啊无我来甲试看卖，甲菜市啊阿姨阿伯啊讲台语，因足好注意，伊会教我讲华语。我一直甲伊讲台语哦，伊会教我讲华语。我那嘛是真趣味诶代志，我感觉是因关系，伊可能伫厝内甲咱即边诶囡仔是因诶事实，都拢。讲华语，啊，因都可能久来伊都惯习啊，所以伊都看到咱这边的人都甲咱讲华语，啊，不过伊外头甲因出来的人又搁讲台语，哎呀、啊，我是有淡薄啊吼，就做这部这么侪当以来，我是有淡薄。因为安尼，淡薄仔受伤啦，想讲我甲来宾讲台语讲，伊明明都讲台语，人唔过伊会甲我讲，啊，你还是讲华语好啊。我心内想讲，一定是我台语讲了伤差。我是感觉袂紧啊，就继续甲伊讲啊，伊就会习惯甲你讲台语啊。啊，其实我台语嘛无遐尼好，但是就是懵讲，因为我自细汉嘛是我妈妈讲，你这外省囡仔，就是台语腔无啥正，无啥正啦。啊，这个吼，阮翁嘛是安尼甲我嫌。
袂呢，我听到这为止，我感觉你声足好听的，啊，你台语嘛拢真顺。真认真，我是感觉这已经是迄个已经算稀有动物对吧？贤惠是，所以像讲看到这活动先是甚物款的想法，原本有甚物期待无？哦，我是想讲，互囡仔知影故事嘛，会使用台语讲。啊，其实阮根本无甚物机会去接受到台语的绘本。那啊，敢若有一挂卡通，即阵是用台语来配音，但是迄可能爱为 YouTube 啊，是为倒去看，迄无啥。我感觉囡仔无法度接受到，所以其实送因来遮听故事，可能互因较有兴趣，所以互因来听了后，结果当伊就开始摕伊的台语的课本。开始在那念，啊，爸爸你咧？我是想讲，那让囡仔自绘本开始，那像咱在学英语同款啊，咱嘛是对绘本开始啊，对较简单的开始，啊，可能久来伊就愿意讲，啊，愿意讲，安尼就会学起来，哎呀。甲一家伙人开讲，真正趣味，嘛学到足侪物件的。适应甲适应的爸爸妈妈，因拢是做老师的，看因哦，总是点点啊陪伫个囡仔身躯边，甲因支持，看到心内感觉足温暖的。尤其家长的台语拢遮尔好，囡仔不管嘛是真够听，佮愿意讲。讲到遮，还佫有一个麻烦的问题要处理。迄就是哦，真想要学台语的贤惠，伊的母语是国语，伊的爸爸妈妈拢毋是讲台语的啊。毋过哦，伊有一个台语真认真的翁，叫做应德。应德以早是工程师，十几年前带某囝做伙搬来宜兰，深沟参加开始学做田，而且是无用农药，嘛无用化学肥料，对环境真友善的种植方式。小煎蔬菜米是台南十六个品种，非常香，非常好吃。这是有阮家上爱食饭的阿米，两岁半的囡仔认证的，大家当多多支持。重点是啥物咧？重点是应得伫宜兰庄卡种田遮尔济冬啊，家的厝边隔壁阿伯阿姆阿公阿妈拢嘛是讲台语，讲甲互因某有够心酸呢，嘛想要像伊安尼。毕竟大家拢嘛知，伫庄卡走跳台语爱会晓。问题是，贤惠讲哦，因翁应得偏偏啊都无爱家教台语，安那高正拢无效，连阮家的阿米拢感觉奇怪。奈安尼，我只好来问本人啊。所以你到底是啥物原因无爱甲恁某讲台语？因为因的口音足奇怪，然后我家己的台语嘛爱少配合者，就是讲你一个人讲，要教别人讲的时阵，你家己口音若无讲足正的吼，你会叫扭去。哦，你是烦恼让伊扭去？嘿，你若两个人拢用台语咧对话吼，啊，你若讲小可无标准，我嘛讲小可无标准，安尼都无要紧，大家拢听有，安尼讲起来就感觉真欢喜。但是你若要教一个袂晓讲的，啊，你家己阁袂讲足正的吼，你的音若无足正，你安尼就会讲起来足奇怪，你家己讲了嘛会心虚安尼。不过，为什么你会感觉你家己的什么音无正？这是你安怎判断的？哦，正常啊，因为平时啊拢无咧用台语讲嘛。啊，你若临时要讲，一定拢是小可未准拄好安尼。那安尼，你做田伫遮拄到真侪时段啊，务农的遮个老农民上，你拢会当甲因讲，要割稻啊，要布田，你嘛是拢会当开讲啊。为什么迄种的你都袂烦恼讲什么音有够正无够正？就是我拄仔讲的啊，伊嘛讲台语，我嘛讲台语啊，嘿，安尼就是变成讲有交流啦，安尼就会当讲啊。所以我有了啊淡薄啊啥清楚啊，就是，所以恁某原本是袂晓讲台语，你着烦恼讲伊人硬要讲台语，会甲你的台语扭起，这个意思啊？嘿，对。扭起的意思会害你的台语愈讲愈惨的，愈惨的意思是吧？就是你若一个音，你讲你台语咧讲一个音嘛，对无？就讲哇，啊，有当时啊，因袂晓讲的人讲，啥物哇是变啊讲，就可能个哇咧，啊，你那边讲到尾啊，你就感觉，本早就是哇嘛，啊，哪会变成讲个哇去啊呢？啊，不过问题是，人伊真想要学呢。
你苦笑脸的，安尼个，你某雄雄出现伫你的边啊，伊想要学呢。你无感觉讲伊迄精神嘛是真使人钦佩，所以你就较委屈嘞，敢无感觉讲想要甲伊撸几句啊？没没，讲下互伊吧，嘴手拢好拍架啦。啊，咱都已经有得到结论啊。讲甲互你捌嘴手好拍架，你听有即句无？听无？你慢慢讲啊。啊，你无耐心。我无耐心。啊，你慢慢讲啊。最爱做的我多。慢慢讲，袂使哦。袂使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过起你的头啦！再会。再会你的头啦！哎，妈妈不发波。啊，真正无法度。这集的节目特别要感谢出版社星月书房玉山社也授权，让咱用听的就可以感受到这本跟阿公洗菜池啊台语绘本，透过作家海狗房东写出这么高水的故事，让咱对婴儿跟阿公学习到生活中常用到的水果跟蔬菜的台语，而且也让咱回想到自己跟阿公阿嬷斗阵的时一些难忘的记忆。感谢收听，后一本要读的台语绘本是《妈祖》，你要住倒位？会记得哦，甲咪咪之音按赞，追踪上新的节目，也佮家己的亲戚好朋友分享哦。后一集再会。小煎蔬菜这四字的台语安怎讲？哥哥来，你又看麦啊嘞？小煎切菜。哦，真特别哦。嗯，好，来妈妈你讲。小煎切菜。哦，真好听呢。可能是我的意思是小间蔬菜，比如讲小生，一个小，啊间一间两间的间，啊蔬生的生，蔬，啊菜就是青菜的菜，啊你都各出一里，安尼个小间蔬菜。小间蔬，小间蔬菜。鼻音啊？鼻音我就不会发鼻音啊，小间。啊，你像。你唱金包银，别人的性命，你唱。别人的性命是空金，搁包银。好，咱这个节目走正去啊，到这就好，再见。